斑驳的古城承载了千百年来许多关于西域的传说，外来人穿越千里万里来追寻他们，可在静默矗立的他们面前，这一切都只是匆匆过客。这一段塔克拉玛干深处的探秘行迹很快便会被风沙掩埋，而这一串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将会一直被亲历者铭记。历史上有记载吗？有考古，已经考古很多次。原来不是沙漠是吧？原来肯定是沙漠。沙漠我们现在见到的所有的这种带土墩子的，实际上都有一棵参天的胡杨树，很大的很大的胡杨树，就跟我们在达里阿伯伊见到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喀拉敦，维吾尔语黑色沙丘的意思。考古资料显示，这是东汉至唐末时期的古城。传说在玄奘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它被叫做何劳洛迦。何劳洛迦，把它叫成何劳洛迦，就意思就是这国可能不怎么信佛啊，一夜之间因为对佛不敬啊，一夜之间黄沙就把它埋了啊，实际上是一个传说。对，最后可能还是因为断水种种原因，这样的人迁到了大理阿伯伊。对啊，这是一个大胆的一个推测。等于就是这个城市跟着那个河水的，这是一定的，一点点往下的，说大风沙可能会把它埋掉的。真就你看啊，它的这个横梁，这些横的锁，榫卯，它不会在屋子的很矮的地方是横着一根梁横的，它都有高度的。你看这沙一下都到它的这个位置，那就埋得很厉害的感觉。因为埋了三分之二，现在就是靠房顶儿，差不多，哎，靠下顶。它会不会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人去挪到达里亚布伊去了？有这个可能，有这个可能。我们其实考古推测的也是这样的。无论是因为风沙，还是因为断水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座千年古城必然是依赖克里亚河水源而生。如果说达里亚伯伊可能是喀拉敦的今生，那么距离此处45公里以外的元沙古城则很有可能是他的前世。元沙呢，应该说是怎么说呢，在春秋时期那是克里亚河的古河道，从他们两个的灌溉系统来看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有一篇考古学说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，是从春秋时期因为老克里亚河的河水断流不断的退缩，然后呢一部分人向南迁徙，另一部分人呢向这边迁徙，迁徙到喀拉敦。对对对对，从喀拉敦去往元沙需要直线穿越45公里的沙漠，车队出师不利，而这一次负责抢修的是四更和大海。叫保护来人，不行。行吗？二三，好，有往前踹，一脚一脚脚踹，再踹，对，这个排气管颠得太厉害，后面被颠下来，整个这两个胶套后段和中段的这个胶套都松了，造成排气管脱落。如果长期的在这个沙子里拖，就会脱断就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声音，所以现在我们前后用铁丝固定。铁丝固定是最好的方法，最笨但是也是最好用的方法。可能会有点共振，对，但是结实了。这仅仅是今天沙漠中抢修救援。
艳。这塔克拉玛干的这属于真正的干沙漠，跟内蒙这边的这个湿沙漠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内蒙的沙漠是前车好走，后车不好走。没错，这边是前车难走，后车好走啊，越走越好走。对，越往后越好走。就是你看玩这么长时间沙漠，就觉得哦，沙漠嘛，我们盘起来，我们哎速度有了，油门控制好，但其实在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对，根本不是。你看今天这个沙子的话，0.5胎压后轮，前轮0.6、0.7，你看看，起到风和直拔这两种技能都得掌握，对，要玩的话就寸步难行。直拔呢，练到一定程度就是把头车身重心啊一落就完了。其实想想，我们玩了那么多次沙子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一次准备，为进塔莫准备，为去探秘克里亚之魂准备。元沙古城，一个桃子形的古城，据说汉代的西域诸国图中曾记载，它是鱼米国的国都，而考古资料显示，它大约存在于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。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克里亚古河道上最早的文明，但它却可能是新疆境内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城。这古城的城墙没有木桩，没有胡杨木的木桩做固定，全是胡杨枝芦苇夯土一层一层夯上来的，骨头都已经酥化了，还有陶片。按春秋时期的城来讲，满地的陶片还是制作工艺比较粗糙的。看的那个1993年有一个克里亚河考古的一个流域的一个报告，他提到了这个河道漂移的这个学说，这个人的迁徙啊是随着水走的，最后呢迁徙到喀拉敦。然后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，喀拉敦也沙化很严重了，其实也是古河床。对，最后呢是不是他的人跑到了达里亚伯伊？对，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。河道游移，人们逐水而居，这似乎和库尔班尼沙所说的故事发生了矛盾。答案只能再次回到达里亚布伊去寻找。他陷车了，没看旗杆吗？旗杆都坐了，只要没有旗杆过来就撞。经历了昨天的状况频发，今天队员们面对陷车显得从容很多。然而很快大家就遭遇了更复杂的状况。大坡度而且松软的沙梁，倾斜却无法自救的车辆，这需要救援的角度和力量都非常精准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。他这个角度啊，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好。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哦，把这两台转过来。没错，对吧？没错，行点。来来来，加油！停！站不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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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，站不了了。松，松腰，往后来倒点，往后倒点，往后倒点。这是进入塔莫以来难度最大的一次救援，虽然耗时耗力，但幸运的是最终车辆成功脱困。与他相比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再艰难。还有铁锹吗？还有铁锹吗？暖班底呀，咱俩班底下来，来好吧，搬底下，带你出去走，没问题，去看看表。当车队返回达里亚布伊的时候，日落西斜，这是队员们难得的轻松时光。
酒红正赶上库尔班尼莎的妈妈在做晚饭。这种出自木炭和沙子之下的烤大饼，就是当地人特有的主食。库麦奇，它与羊肉汤算是绝配。埋在沙子里做出来的大饼。羊肉那是咱们临安的羊肉，哎呀！沙子里面饿三天了已经，今天好不容易抓到肉，人出来了。对我们可能明年我们都搬到哪里去？我们也从小就在这儿生活，有一遍乡，我也不想离开。对，已经搬出去了多少？102。啊，102。现在这里已经搬出去100多户。现在这里还有多少？我们总共300多户。300多户。1000人有吗？总共？1400多。这1400多克里亚人究竟是从哪里来？库尔班尼沙找到了他的叔叔，据说这是当地见识最广博的人。可是当大家提出此前的猜想时，他的回答非常明确。就是达利亚布耶这边的古城，这个地方没有见识。啊，就都那个人呀，我们呀，维族也说不上那边的人。我看是那个人看了就太高了，那个人就2米多。欧罗巴人2米20分多斤，那个人。那个人呢这么高？那个原来的人大。原山。我们最小的人高啊也高。这显然是出乎大家的预料。大叔坚持认为，原沙古城的先民们一直是向南部的达马沟迁徙。与如今的克里亚人毫无关系，而他们的祖先是两家来自于田地区的牧民。因为意外发现此处地肥水美，适合放牧，所以定居在此。500年间，两家通婚繁衍至今。要不然就是500年，这里的人再没有跟外界通婚，他保留了当时南疆人的样子。而500年，这500年内南疆人的样子又因为不断的通婚，西域文化变化了。这一次聊天似乎让克里亚人的前世今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原沙古城的一部分先民们是沿着古克里亚河道的方向向南迁徙，所以车队决定明天返回于田休整，然后从策勒县达马沟向北行进，去找寻更多的线索。行程的第9天，车队经策勒县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。今天的目的地是瞿勒王城，那是汉书中记载的瞿勒国的所在地。不巧的是，今天风沙很大，这又给沙漠行车增加了未知的风险。下去一滚梁，下面有一个大的草墩子，避不及。塔莫就是这样。快，这车在漏油，让他们快点上来。倾斜度过大，没有安装好的副油箱出现渗漏。
幸运的是，油箱没有受损。不幸的是，风沙越来越大，陷车却还在继续。就是个老鼠，只要不是老鼠都奇怪了。沙漠里的老鼠就长这样了，好可爱呀！你别抓了，行不？我不抓，我不玩那会儿，别玩，别让他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你说你要是活着，让人家一个大东西把你抓来抓去，烦不烦？嗯，它闻呢。嗯，真是在闻。你放这了啊，吃吧。风沙越来越大，车队忙着赶往渠乐，可接下来的行程并不顺利。刮的也是这几天来最大的一次风，这边它是那个幽沟比较多，特别立的坎儿。那边呢，原乡下馒头坡多，那边沙子软，但这边沙子硬，但是特别容易卡在那幽沟里。那今天特别辛苦，车队行进的也比较慢。夜色来临，车队仍在赶路，令人期待的渠乐王城就在前方。这是沙漠中最早的园林城市，维吾尔语叫它斯皮尔，方城的意思。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里，它被称为渠乐王城，也是老南海车队千辛万苦才到达的目的地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就两重城，它总共是四重。然后那个科考的考古队呢，对它进行的复原的时候，电脑复原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罗马式花园的这么一个园林的结构，就是从内城一直迁到外城，就是很罗马的风格的。直观的来看吧，就没有这种战争的痕迹，或者是突然的那种天灾人祸的那种痕迹，就是很自然的感觉他们就是搬家了。这块呢，因为环境的因素不适合人生存了之后呢，他就自然的搬家了，我是这么感觉的。这个人类的文明啊，就是说这个生活居住环境跟这大自然是真是息息相关。哎，没错。对，所以胡杨木夹杂着红柳与芦苇而夯出的城墙，见证了渠乐国的兴衰，也见证了塔克拉玛干中绿洲的消失。人类在自然环境的变迁中不断的迁移，也在不断的进步。茫茫黄沙留给我们的谜团，等待着后来人继续去寻找答案。离开渠乐王城的路上，阿满完成了本次行程中最后一次维修。行，那把夹子太牛了。大海与程刚也完成了他们
在塔磨中的现场教学。你这个度嘛，你自己要把这个度当掌握好，你不能说因为蹲你就不过。他是蹲了他会燃，比如说蹲到八他会燃，你蹲到五他不会燃。你往左，你如果重心过了沙梁的最高点之后，你还往左掰，还往上掰。人家往右了不是？我说如果你还往上掰，你。为期十天的追寻之路，穿越冰川与沙漠，探索历史与自然，追寻克里亚之魂，就是以越野的方式去寻找克里亚河沿岸失落的文明，探寻克里亚人的前世今生。虽然游移的克里亚河曾养育的国度都已没入黄沙，可是纵然历史远去，但文明依然鲜活而璀璨。对你很有意思，所以来这儿啊，跑不动了，跟这帮小孩，也就七八岁的小孩，在我喜欢的地方倒立，站着也五针，对吧？倒着也五针，运动状态都不太好。你说我们就临时上阵，冒充一把摄影师。你看看里边还有好多啥、啊、看看肚子特别冷，最主要水也不好，因为我的硬件就是帐篷啊睡袋啊确实保暖性能不好，所以导致我昨天晚上醒了有100多次吧，完了之后也一度想有轻生的念头，没劲了，这个待着我要歇两分钟。可能是我们那个习惯了那些空山，然后那个沙坑道呀什么的，已经习惯了，每一年都热，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就是一般这个比较匮乏的时候，同样玩越野的人很多。但是这他走的顺不顺利，有没有出问题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在书本上可能学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辛苦还是很值得的，是有所收获的。可以啊，我们来啊。